大家好，我是托尼珊珊。宝宝呢一直想坐真正的蒸汽火车，正好这次啊庆祝毛利新年推出了彩灯特款，我们一定不会错过。参与这次活动的呢有两部老式的蒸汽火车，整个来回行程啊大概40分钟，非常的期待。哎呀，现在我们过来这边排队，我们排队对吧？前面还有那么多人，但是很快的。我们这边现在已经人少很多了，刚刚排到那边呢都。那个就是那个餐馆，小的这样就到这边餐馆来吃了。哎呀。在这儿排队，排队排队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排队喽。这个上面就是坐车的地方了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好，拿好票了，继续排队，你别弄丢了哈。我们就要靠这个坐火车的哈。一人一张，三张。哎呦，你看，耶！哈哈 ，Thank you。哦，我们要上去喽。然后那从哪上？哎，你看，哇 ，yellow， 好，上去，小心啊，小心。哎呀，好好进去。哦，宝宝，来，来，宝宝，进，进，来喽。好了，上去，进去，找地方坐。上车了，挺古老的这个车哈。哇，你看，这是定员多少人？哈？这一个车上还定员多少人？哦，那就不知道了，你数一下座位嘛，哈。来看我们的宝宝，耶！怎么没有听到嘟嘟的那个声音呢？听不到，车厢里分闭着，声音没那么大。哦。而且车头再远了，我们这是最后第二个。对呀、啊，前面还有三个车厢啊。好了，票剪好了，有个洞洞就是剪好票了。哎呀，掉了，没事。好了，叫爸爸放口袋吧，还是你放在口袋里？嗯，好了，宝宝来了，火车头来了，快看！接在前面，它会接到我们的火车前面。
这个就没有脸了。这个灯比较漂亮哈，这是最后一班车了哈。嗨！啊，这个车还很少。这才是末班车。哈哈。都有点晕。下车喽，看看。哇，看什么？哇，看，太厉害了！哇哦！看它的蒸汽，现在很热很热，很烫很烫。然后你看，它的这个毛利的一个。